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现在有五个正整数了，我假设是 ABCD 五个正整数，它的和是20啊，那么它的积把它乘起来是420，那么他说则这乘积中，就这个乘积中了，含有质因数几个，等于是问说420它有几个质因数了，那我就给它因式分解嘛，这是6乘7嘛，乘10，所以有2的平方嘛，这个5，这一个2，这个2一个3嘛，乘以3，这个5，5乘7，所以它有1、2、3、4四个质因数了，且这五个正整数是多少？这五个正整数哈，乘起来是这样子嘛，加起来是20，那我们就凑一凑了，凑一凑的话，会不会是2、2、3、5、7？你们加起来看看，是不是等于那个20？好像不是啊，这是10嘛，刚好是19，所以不是这样子，所以应该什么呢？应该是哈，一乘以3，乘以4，乘以5，乘以7啊。那我们看看是不是1+3+4+5+7，这是10嘛？这5加5是10，所以是20，没错了。所以这五个数是1、3、4、5、7。